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都放假了？那你来公司干什么？我以后我写了一个新的企划案，想让你帮我看一看，因为可以消耗公司大部分的库存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，想找南乔请教一下，你要不要跟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起跟我们讨论一下工作上的事？技术上的问题你来找我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？强迫工作是要付3倍工资的。你和我现在已经不是师徒关系了，有什么事儿请发 email， 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。那你休息准备去哪里玩啊？你一会儿去哪儿？要不我跟你出去转转？我觉得啊，常念雄最了解你，你要不要试着跟他相处一下？你饶了我吧，我们就是朋友，就是最信任的伙伴关系啊。那肯定不行，那过不下去，不能走我的老路。哎，他好久没来我们家了，你们是吵架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吵什么架？吵架了也不会走心的，还不如吵一架呢。很多事情还是要趁早说出来，说开了，时间久了就会变质的。你现在应该去陪小乔，他一个人又停了工作，我还挺担心他的。我也放心不下，可我和你都一样，只是一个旁观者。从我和你解除师徒关系开始，我就已经放弃了。放弃了？真的放弃了？不过放弃也好。我心里有愧，但我分不清楚对石野和对南乔，到底对谁愧疚更多一点。你这愧疚还真是没完没了。常念雄，我告诉你，没关系。我就没关系。我不会因为你当年的过错就否定你的人生，也不会因为现在的尴尬局面就忘记你对公司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没关系。可我等了这么久，也没有等到他那一句没关系。一个女总裁，订单被抢，感情被骗。你是如同你表现得这么放松，还是你正卧薪尝胆地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复仇计划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你是记者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？因为做过好多采访啊。你希望怎么回答？我怎么回答能增加你们的叫什么？点击量，是吧？我是扮演一个苦情女，还是一个揭不开锅的女老板？或者我掉两滴眼泪，你拍两张照片？哎，把东西搬哪儿去？会长，今天 Vans 的新品发布，选在咱们的俱乐部，这些东西放在这儿确实是太碍事了，我给您先搬出去。您是不是觉得啊，我在这儿也很碍事啊？决定呢，是负责人做的。我今天来只是来协商。放肆！即便是搬，也是你们负责人亲自找我。我来上。怎么了？俱乐部出事了？问你在俱乐部设展台，换飞机出了点问题。南乔也在那儿，你去不方便？我去。没有什么不方便的，你留下来做方案，俱乐部我去协调。一听南乔在那儿，你就去了？几个飞行员在那儿，小心被撕了。成年人的爱情你不懂，分了手也可以做朋友。你就装吧。十月，你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伪装，是为了让别人误解你的？没有。在这儿。在这儿。啥？在上面。在上面吗？对。
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穿的衣服一点也不显眼，但是我的感觉很深刻，因为很自然，就好像这个马提尼热子一样，给人家一个自然精致的感觉。可以陪伴我现在挺好的，全心全意的工作，全力以赴的生活，也特别期待再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。